上祝大家吉祥如意，身心健康。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啊，为什么要去沾茶善乐业报经。这部经呢，讲讲历史的因缘。这部经翻译到中国来没人学，从隋朝时候翻译的，一直到明朝某一大师，他以他的神通智慧观察咱南瞻部洲，想找五位清净比丘没有，那他想受戒不能得戒，因此他在大藏经里头找怎么样才能得到清净戒，因此找到沾茶善乐业报经。从某一大师开始，那么他不会做这个沾茶业报经地藏王菩萨所说的沾茶轮相，他没办法，他用纸啊写上年旧，那么这个法呢没法传扬，但是他在给沾茶善乐业报经做一个注解，叫沾茶一书，以后也就中断了，没人学。而到弘一法师，弘一法师也是专弘地藏法门，发愿弘地藏法门。因为据弘一法师跟我讲，沾茶善乐业报经、大乘大济十轮经、地藏经都属于华严部分，那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沾茶善乐业报经当成算命啊、批八字啊，完全错误了，不是这个含义。因为它的含义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处于末法时代，业障深重，没法了解因缘，也没法了解自己，因此要用沾茶善乐业报经的沾茶的方式。那这种沾茶呢，就是地藏菩萨的神通力量。我们虽然没有神通，我们求地藏王菩萨给我们神通，就是你用沾茶的沾茶法啊，你能知道过去，能知道现在，也能知道未来。因此在弘一法师提倡他没讲，但是他有技术，他学工艺的，他就依着沾茶经上所说的尺寸大小做出了沾茶轮。这个沾茶善乐业报经的啊，另一个名义佛说的叫根据法门，根据法门。根据呢，就是根，就是五根六根啊，加上六尘啊，加上一个六识，这根尘识加根本无明集聚在一起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就根据法门啊，根据法门。你学了这个法门之后，能够使你坚固你的信心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信心都不集中，今天我们在会的道友们
都是信佛的三宝弟子。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个信仰啊，有了信心了。那这个佛所说的教义说呢，我们这个信心呢，只是心要信，不是信心。那根据《华严经》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所讲的信心，信心是一定标准的。那么每个道友，你自己回忆一下子，想一想，你是不是具足信心了？具足信心的标准是什么？觉知前念起乐，能止其后念不起者，算有信心的菩萨。而有信心的菩萨能够实现神通，咱们现在没有，没有。咱不能制止咱的心念，不能马上一个念头不对，马上止住了，不让它相续。每位道友可以检查自己，你的信心力量如何，够不够这个程度？如果你够这个程度了，你就入了初住位，初住位，实信满了。就是初住位，初住位在华严经上讲的标准呢，能够到100个世界四现成佛，他的神通妙用啊相当大。那我们自己检查，没有这样的力量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因此我们信心不具足，没有使我们的信心坚定下来，那求地藏王菩萨加持，求地藏王菩萨加持。因为这部经发起的因缘是坚定信菩萨向佛请求，向佛请求说，在末法呀，佛末法到10000年的时间，或者5000年的时间，或者3000年的时间，在这个时候众生的信心呢不坚定，不坚定的信心退退，那自己了生死，深入佛法不可能。你信力不够，就信心退退。对，怎么样能使他信心坚定了，来巩固他的信心？这就是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。因为你有了信心了，你才能够善根增长，才能消除你的业障。是你的善业增长，恶业的消失。对，因此坚定信菩萨摩诃萨，他见着的当时他在世的佛在世的时候，这种现象已经有了，何况咱们这个时间佛灭度已经快3000年了。这个信心呢不能够坚定，不能够居住。因为这部经呢有它讲解因缘的必要。为什么一直的不能够广泛流传？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呀，在这作祟，把这个打成与算命批八字相面的一类了。那佛就制止了，就是犯戒的啊。那为什么坚定信菩萨请佛说的时候，佛不跟他说？因为佛的制戒不用算命批八字嘛，这个大家都懂得了。说让地藏王菩萨说，地藏王菩萨的还有方便善巧啊，菩萨行菩萨道的一些方便善巧，而且是地藏菩萨对此法门
那是犯教方便非常的广大，神通力。因此佛在教坚信菩萨向地藏王菩萨请示，地藏王菩萨说的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就从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在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三六一十八，三六一十八加一个根本的无明十九，对，是这个根据法门，就根据你六根六识和六尘境界合起来聚合一种，你沾查沾查吧，哪一个业障重？对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起心感到果上，你也没办法了，就在起因的时候你把它就转化，不让它干过，就当你一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能够制止。因此呢，这部经就根据法门，对，根据法门，那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占察善报经业报经呢，大概分为上下两卷，上下两卷。上卷是为下卷做准备的，有叫根据法门，有叫心地法门。下卷的心地是根据你上卷来的，你把你的业障消了，你才能够入到二种贯道一识境界。一识境界就华严义，二种贯道呢修定修慧。那么在最初你没有上卷的利益，得到了上卷的修行熟悉，说你修下卷绝对修不成。你因为把这个你每日修行的时候，早晨清晨起来用占察轮占察一下，你现在还存在的业障是深呢、是浅呢、是哪一类的业障重，并不是像普通的每一根每一门业障都重，它是有重点的。那你学习这一法门之后，你能知道你的身口意哪一方面注重，重点忏悔。跟你 学过之后，每天清晨起来你就沾一遍，你就注意了，今天我应该做些什么，我怎样消灭我的业障。业障一消灭，智慧就增长，智慧越增长，业障越消灭，这两个是相对相成的，这你就有智慧了，你修行就没有挂碍了，没挂碍了，这是这个经啊最初的大意，我大概跟大家这样介绍一下啊。那此经呢，它只有两卷，